重伤于此，我去报副将军。慕容既身为土域魂在大唐的质子，一直受到重点监控，却在秋猎之际行刺圣上。 哎呀，我一个山野村夫，可管不了这等大事。我明日午时才要被处死，你怎么亲眼知道？这洛阳城内的人来人往，是不是如同蝼蚁一般？你两次放走刺客中断我们搜查的线索，你到底在隐瞒些什么？